早上休息啊，这兴趣猫给家，这罗神也出完了，白鼠也出完了，俺接他们过来，大伯给罗神也拉家，白鼠也拉家了，这样拉家回来了，罗神都开始下雨，你这屋来给黑猫唠唠上了，就这样妈他们都捡着这点呗呗，这都捂了，那捂当然里头籽儿不坏，原先打算是啥吧，把罗神出来，老白说的是给这松风福利给他们发娃，叫那猫。我吃过这种带皮罗神的，给他们继续尝尝今年新的罗神嘛。这捂了不中了，毛花发了，发回去人家都不要，抽钱还不够寒碜人呢。那点白了把这留着了，俺妈捡着留着了。今年一瓶罗神，他练出练一几天，出来不是多干，你练一下。练练他都。然后，练几天轻了，他不轻的时候就得怎么？今年罗神结的可好，结了可多，长得也可好。这就种出来不是时候，要出到鱼肚里了。小哥哥，屋里都堆啥上了？让俺妈俩去让准备煎面条吃，找俩那个馕。哎，这个中不中啊？妈，这捞不捞啊？捞不捞啊？捞了。捞了，这都。到哪轮的？哪儿轮的？这小了吗？结了是不少，都结了，叫那风刮到时候跟树砸上，你要咋说呢？这结束啊？哎，这个不中啊，妈！哎，这还有个呢，对对对对，这个，给，给。这不是多老，这也怪吃，炒着吃，是吧？大家都觉得，别是那烂子。腌出来嚼嚼嚼匀，加一点面，放水了的啊，不放水的话臭。